接下来，请收看《慈悲法语》。佛法的修学，心灵真言，人永远是想要的比需要的更多，然而有欲望就有失望，有盼望就有绝望。欲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盼望越大，绝望越大。我们现在所遭受到的所有痛苦与烦恼，都是来自于对轮回的贪恋，对世间琐事的贪着。我执也是一种贪，贪着自己。如果有我执我爱，自私自利，无论你怎么想，也想不到周全和完美，你怎么做也做不到圆满和究竟，因为动机都是为了自己。超出生活需求的欲望，都是烦恼的起因。我执、我爱、自私自利等私心，同时也是修行的障碍。你最执着的，就是对你伤害最大的，也是最能考验你的。他伤害你的时候，你能不动心，能放下，才算过关。
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戏，但是演戏的时候要认真，不能糊涂，却也不能当真。佛也演戏，凡夫也演戏，但是佛不执着，不糊涂，佛知道自己在演戏，所以没有烦恼执着。凡夫就执迷在这里，因为不知道自己在演戏，对每个境界都当真，对世间情爱、生离死别都执为实有，于是烦恼痛苦。我们对生命要认真，但是不能执着，要放下，但是不能放弃。认真是种智慧，执着是种烦恼，不认真是罪过，不执着是解脱。认真是一种缘起的作用，是完全的解脱，执着是轮回的因，是真正的痛苦。不执着了，才有认真，才没有痛苦。什么是真空妙有？不执着是真空，认真是妙有。放下是真空，不放弃是妙有。只有放下一切，才能得到一切，不放下，什么也得不到。
放不下的原因就是害怕，害怕离开，害怕失去，害怕得不到。经上说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。如果真正弄明白了什么是放下，那个时候才不会害怕，不会执着，才能真正放下。但是如果以为放下就是放弃，不尽责任，不尽义务，这是罪过。真正能尽到责任，尽到义务，是修行，是功德。心灵真言，对世间法，对一切法，没有丝毫的贪着，叫放下。认真地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叫不放弃。除了断除世间的执着，在修行方面，断习气、断烦恼，有一定的过程。不要着急，着急也是一种障碍，一种执着。因此，面对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境，不起烦恼，就是看破、放下。四无量心中的舍无量心，就是指舍弃对亲朋好友的贪恋，舍弃对怨敌仇人的怨恨，能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。
我们要慈悲，平等所有的众生。佛菩萨是没有分别的，顺缘要安心，面对逆缘也要安心，一切静中，心如如不动。在生活中发现自己的错误，就是开悟的一小步。因为我们终于肯面对自己的缺失，不再视而不见。或是根本懵懵懂懂地过日子，等到你可以进一步改正自己发现的错误时，就是迈向修行的一大步。唯有自己的功德福慧圆满了，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心，才可以观察别人，修正别人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。但是众生往往犯了个毛病，就是想着修行的尺来衡量别人。学佛修行的过程，就是忏悔的过程，直至解脱，成佛的时候，才有忏悔最近的一日。在此之前，每日都要发愿、忏悔、回向。修行一定不要忘记发愿、忏悔、回向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不能舍弃众生，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
该做的一定要做好，该尽的义务一定要尽到。从心里做决定，我要给予一切众生安乐，这是慈心；我要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，这是悲心。对每一个众生都要发这样的心，才是无量的慈悲心。不要小看回向的功德，回向的对境是无量的，功德也是无量的，这是使功德得以圆满的一种善巧方便。如果只为自己，为某某众生回向，得到的功德小，因为对境小，心量小。如果将功德回向法界众生，功德就能遍满法界，因为对境大，心量大。
我是佑胜，爸爸是全家的靠山。在创世，有超过一半的植物人是爸爸。当父亲因疾病或意外倒下，家中面临惊涛骇浪。邀您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家庭的撑舟勇士，一人一桨，一臂之力，1650一路有灵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心愿小组。看到路上有蚂蚁聚集，应当告诉别人小心避开。如果想要给予他们食物，应当选择宽阔没有障碍的地方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明仔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，阿弥陀佛。